绝对不是雅马哈的吉他做得不好，可能是操得太凶。哎，你看，我确定有插进去。好，如果等一下还有这种状况，就我们就下班了哈。我给你2000块，你要帮我 mute 掉吉他。是我吉他的问题哦，不是 PA 的问题。先澄清一下，免得我下个月就不能来这边唱。所以我下个月整个月都在大陆哈。有很喜欢李宗盛的吗？有。都上了年纪的人举手哈。好哎。那有没有人想听李宗盛什么歌？太新的不要哈。什么山丘啊，我现在连平路都走得很喘。因为脚不好啊。没有人知道。哎，谁点的？举手。你帮我破梗了，不要唱，没有个性啊。你会不会唱这首歌？不。你想不想上来？想听你唱。真的吗？你想不想上来？不要。我也不会勉强别人了啊。不过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，这首歌讲的好像真的没有人知道一样啊。哎，怎么上去了？泰迪，抓不到啊。现在有没有人心情不好的？特别是跟男朋友一起来的啊？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，知道我的心，我的心。没有人知道，我以为你知道，知道我的心，我的心。我是不是要注定孤独，去面对以后漫长的路，影响未来，寂寞无助。我多么希望回到最初，走我自己该走的路，影响未来，不怕输。在爱情中痛苦，能面对存在内心的冲突，是不是让步？是不是让步？没有人知道，我以为你知道，知道我的心。没有人知道，
没有人知道，知道我的心，我的心。很讨厌的和弦了，我进来。好，谢谢，好。